我今日上去工嘅，原來佢話睇到一條好有味嘅字，咁話我係咁喎，咁佢又原來咁啊叫係嘅咁啊，咁我冇咩，我都係流下鼻水啫，佢咪，我完全咩少咩頭痛啊，咩完全冇。你之前嘅好激動啊，流下鼻水咁，咁我又唔知係乜嘢，我冇得呢仲要睇醫生。喺屋企噶啦，都冇事噶啦。呢啲小問題，咁我就自己去揾啲病人同食狗好似有。我 check 過都冇嘢係咪都冇，係我流鼻水開工咁，咁就你唔知啦。你知我哋成日都你一開工就冇戴口罩啊。係啊，咁就冇嘅，都唔知點講呢啲嘢。而家你。除了自己我覺得沒有不舒服啊，自己我覺得有什麼不舒服，天氣就沒法消毒了。這幾天大家在公司有見面，那就都是可能大家總裡面有聊天的，他經常都有的，那個都全部的意義都是這樣的。不知道這些大家都顧不到你，這些在公司裡公司有幾大啊？大家喺個公司嘅負責人大家都識。冇，我就覺得冇咩啫。我雖然我都唔知佢聽係點，不過咁後生都應該咁冇嘢啦，都 OK 噶 OK 噶。我冇事啊，我做咗测试啊，我阴性噶，工人都系阴性噶。不过我屋企咧已经系报晒诊噶啦，喺屋企都要戴口罩，同埋咧就我周围摆满晒咧二氧化氯嗰啲喷雾啦，同埋我开咗两部大嘅嗰啲 Broca 啦，同埋 Rainbow 咧放晒嗰啲消毒药水咧，24小时转咯，啲空气一路杀菌咯。咁我又成日周围喷咯。咁啊 ，so far 都 OK， 其實佢唔嚴重嘅，佢冇乜嘢嘅，只不過係有啲鼻水流下，跟住兩聲咳啊咁啫嘛，嚇好輕微，好輕微。不過我哋會繼續做測試嘅，冇咩嘅，最緊要就係即係多啲飲熱水，食多啲維他命 C， 必要時咪食一啲 Panadol 打下個底咁樣咯嚇。